林志玲的美丽有分身了吗？网络上最近流传网友张贴韩版林志玲的照片，成为网络热门搜寻的第一名。而这位韩国的女模特啊，不论是五官、脸型，甚至是发型、身材，相似度有人说啊，跟林志玲高达90%。穿着蓝色洋装站在汽车前大秀曼妙身材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高挺的鼻子，不仔细看还真以为她是台湾第一名模林志玲。原来她是韩国车展美女，因为神似林志玲在网络上爆红，引起网友热烈讨论。侧脸角度45度，不止眼神，连脸型弧度几乎都一模一样，摆起 pose， 一双修长的美腿十分吸睛。不止韩国有林志玲，台湾有位模特儿王心田，之前也因为神似林志玲而成为话题人物。雪亮的双眼，坚挺的鼻子，丰润的双唇，两人都和林志玲一样有瓜子脸，留着长卷发，白皙透亮的皮肤。不论是台版还是韩版的林志玲，都和本尊相似度高达90%。看起来只要貌似林志玲的容貌，不管哪一国都能立刻在网络上人气大增。就连韩国模特儿也可以在台湾打开了知名度。